萨玛，她是我们侗族的最大的祖母，她是我们侗族的膜拜的一个女神。萨玛一直带领着我们，在千百年年前带领着我们侗族子民从千里之外、万里之外，迁徙到这里来，也给我们侗族带来了美好的生活。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怀念我们的萨玛，每一年我们都会举行这样的活动。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把萨玛的文化把它传承好，更多的就是拉近我们各个民族的距离，促进民族大团结。这个多耶舞是我们祭萨大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每个人会手牵着手，象征着是民族大团结，